可能不得安心。他可能不开心。这样子也不给你进去，他这样完蛋了。他说我这么冷冷清清的，你还你破坏反革命分子，你就不要说了，关了吧。你不要走走。不行，不能进去。I'm Chinese journalist. 开始那个了，装了。哎呀，你怎么烦人呢？很难一天，挂没挂念的一天，是吧？就是看着你，看着你，但是你一天神经病一样的。